那被击出了有七支安打，这个球没有点好，学者二垒传二垒 ，OK， 再往一垒，哦，这个要挑战哦，对，这个蛮接近，这个、有点机会，这个、有点机会，汉龙，这球怎么样都比人快，哦，哇，几乎是同时哎，哇，那这个就很难说了，就很微妙了，就很微妙了。可是慢看到岳东华的一个手势蛮确定的哦，可是看到那个慢动作，感觉起来又是跑者先踩到垒包。顾嘉明最后这一步没有是离这个地面很远，他就很快的踏了下去。球一直直直的没有进入到这个岳东华的一个手套里面 ，OK， 所以没有做改判。16号只投了一局，这个球转了。遭到了三振，现在形成了两出局。我猜是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不然李彦清不会在第六局就登板。接球滚地球游击手，哦，反应还是很快的。接球之后才得结束了这个半局，目前台钢4-5落后。绝对不能有松懈的一个心态。确实。哦，嘿嘿，德州安打被阿坤吸下去，勾回来，二垒手接住之后传一垒，两出局，很好。主要两局应该就下班了，任务完成了。这球勾回来，投手自己来处理，稳稳的传一垒。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，目前四。接球冲天炮，成功了。球嗯。三垒手，哇，这个球打这么高啊，是很久才掉下来，哇，这个投球成功，非常成功啊，这是在魔芋的一个内角球啊，旁边做这个练头啊。这个球王博璇打到了左半边，左外野手 ，OK。最后是曾颂文在。左外野的界限附近呢，把这个球给接杀。昨天是4-3，这球也打高了，右外野手追过去应该没有问题，行进间投了一个漂亮的三上三下，只花了7个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白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兄弟，你来说。